完。好，人人什么？首先呢，啊，恭喜咱颐和团队啊，有这个道场，这么呐庄严，而且搁再邀请咱大家用水一顿来这个所在啊，来接受天人师德，这个欢迎之下，大家来见面。大家都很好，尤其是今年是15年，尤其是每年从每年迎台风，而且就是我跟大家在今年也能好好招商和富丰店也是一样的。今天也是欢喜的难得啦吼，有咱贵单位啊，贵位店师的一个辛苦，以及咱诸位大家的一个扶持，来完成这个啊壮观的这个内容，绝对有咱未来啊，把咱师尊啊的这个使命呢，救人度世，这个信仰呢。当然，来带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环境，因为咱当今这个时代是咱未央一分的时代，上天主笔呢，在这个降落的时期啊，有咱时时时刻奉献心魂来扮演这个功用，所以咱大家。这个多维言来预料到，这是第三方在咱尽心尽力奉献，是最得意的一件大事。那么，咱若是在这个上天降落的这时阵呢，咱绝对无可能啊，把这个从古以来每每相关的这个咱都是。所以，这款的幸运在咱的身上，是每一个人真正来去珍惜。古早人是过好，拢是守孝尊严，知影做这个天时的幸运啊，咱就当来享受，咱就是感觉太幸运了。尤其是工作了后呢，咱就当好好来学习，研究道理呀，这是非常。所以大家当今呢，除了幸运，除了幸福，在咱的身上，一定要好好的来走向今生今世一段好的一年，咱先来。